那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场半决赛，也将决定争夺冠军的人选。我们要向大家宣布的是，在刚才的晋级赛当中，虽然红方选手帕奇特农获得了胜利，但是由于伤势，他无法继续参加比赛，由蓝方选手布雷顶替他出战。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the Netherlands, Buray Bozaryilmaz. Abdallah in the red corner from France, Abdallah Ezbiri. KLF 的世界冠军布雷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KLF the world champion from the Netherlands, introducing Buray Bozaryilmaz. 红方选手六届法国自由搏击冠军，两届欧洲自由搏击冠军， and now com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ix times kickboxing champion France, introducing Abdallah Ezbiri. 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 30 minutes, no hip, no elbow, no clinch, and no takedown. Okay? Thank you. Good luck. Back corner.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世界顶级格斗大赛昆仑决51福州站的比赛现场。我是昆仑决亚伟，我是何鹏。您现在看到的是昆仑决2016年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半决赛 B 组。 上一场比赛，我们的中国选手魏宁辉已经率先进入决赛。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将进入决赛？对阵魏宁辉。这场比赛我不希望布雷是顶替受伤的帕奇特农，来出战这个半决赛。但是我真的是不太希望布雷再出现这种用头来进攻的这个结果。犯规的行为。对。 而且他由于那个是顶替胜者上场，再加上有犯规，所以说优先被扣了一分。
对，因为上一场的比赛他是犯规嘛，完全的是犯规动作。所以说他在判定上就占天生劣势，他只有一条道想办法去终结对手。阿卜杜拉赫也是苦战了三局啊，和金文洙苦战三局。看到两个人身上都是同样的是伤痕累累啊，经过上一轮的苦战。 他的两个人身上都是同样的是伤痕累累啊，经过上一轮的苦战。他想摔对方，对，还是习惯性的动作，头会甩的比较开。阿卜杜拉赫背上还是习惯了痕迹，这个是接着奥运的东风啊，非常普通的那种感觉，非常的接地气。不能缠抱。 但是阿卜杜拉赫想推开对方，但布雷刚才贴得很紧，对，贴得很紧，但是又把双手打开，显得很猥琐。高扫躲开了，高扫接腿了。布雷确实是有很明显的这种习惯性动作，是往对方怀里扎啊。对对对对。我觉得阿卜杜拉赫如果看了他上一场比赛的话，要注意这个位置接一个飞膝，就有点。 有点蹊跷。刚才是在阿卜杜拉赫倒地的同时，也起了一个戏法，幸亏没有顶到。对，不然就犯规了。对方三点着地的地面状态，你膝撞头不是犯规的。啊，对，我们看到布雷也是很奇怪，在出后手的同时也会把后腿起来。对。前手的同时，他也会起前腿。对。 他正管顺拐啊，对，确实是顺拐，是从他整个的动作还是节奏是比较奇怪啊，因为不知道他下一个招式是怎么出，你知道吗？希望阿卜杜拉赫能跟上场比赛一样，能尽快的适应，因为上一场他的对手金文洙，就是一个比较另类的选手，在节奏上比较快，包括抗击打比较强。是的，结果他现在又遇到这种节奏比较怪的布雷。 好，第一局结束，希望他能尽快的找到办法，就跟上一场比赛一样。他是连续遇到那种节奏打法都是比较怪异的对手。对，其实这个对他的经验累积非常有帮助。对，上一场比赛他从后半段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明显，然后找到了自属于自己的节奏。没错，没错。 正蹬锤，膝撞，哇，这个其实刚刚这个膝撞用的也挺隐蔽，在对手想摔对手，但是没有摔，直接起膝法。对，刚才那下还用的挺不错。对。好，我们来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这个中少距离不够，对，两个人有点急，你看，落点都不是很准，哎呦，容易出问题。你看刚才后背给了对方就被淘汰，这是一个滑倒吗？他以为读秒，所以回到了那个白色角落等待那个裁判读秒。布雷的这个各种动作确实是非常不正规，但是呢，让对手非常的难受。 老K，老K，阿卜杜拉赫转身后蹬。你看他这个正蹬，弯腰驼背的一个正蹬，发力很快。一般正蹬，你的头和肩膀是往后帮助发力，他是直接原地的弯腰驼背一个正蹬，就是因为搞不懂他那些招式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对，确实是我们现在讨论了太多关于蓝方选手布雷这个节奏和动作，而且他所有的动作这个路线呢。 都不是常规路线，他的路线非常的飘忽诡异，所以现在让阿卜杜拉赫，有点难受。而且他频繁的左右换架，对，就是打兴奋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打。
上钩，哎，又找到感觉了，阿卜杜拉赫，你看，对，要找机会打准的。你看他打那个金文珠的时候也是靠上勾拳找到了感觉，对，高位的，只有在合适的时候给对手造成一定的重创。你看他那些膝罩好怪，手上有个虚招，结果接的是膝撞。而且关键他连自己的拳套都没有绕过去，没错，所以这种路线非常诡异的，他有的时候会出很冷的动作，啊，一个膝撞很重啊，接住，刚才是用拳打到了裆部吗？刚才是一个奔着腹部去的一个拳法，可能是压得太低。 而且关键他没有连自己的拳套都没有绕过去，没错，而且关键他没有连自己的拳套都没有绕过去，其实转身的动作还是要速度啊。对，因为转身一旦是没命中的话，那个破绽太大了，后背面对对方背对对方，而且这种转身动作速度带动力量嘛，你随时越快的力量，爆发力更方面才能体现的会更好。而且跟亚伟刚才说了，转身得去配齐他的，而不是直接一发单个的转身，那个太明显，动机太明显了。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很大幅度的动作，他的威力大，但是幅度也大。对，哦，连续的一个拳法之后，大幅度动作，他的威力大，但是幅度也大。对，一个后手拳，第二局两个人打的确实是比第一局要激烈一些。对对对，这个
他那个胡子相当于是有一个那个迷失攻击迷失的功能，对，让你攻击有一定几率是迷失。好，我们进入常规的决胜局第三局的比赛，谁获胜谁将进入昆仑决2016年65公斤级世界冠军赛的决赛，对阵中国选手魏宁辉。振灯啊，击服。我看他布雷在原地防守的时候都会换架，你看他用原地起飞机，对方完全没有压。对啊，他那个飞机感觉不是要攻击对方，是把对方控制在那个足够的安全的远距离，类似对方压进来。我觉得像仰攻干扰对手。对，我就吓你，怕了吧？啊，怕了就别过来。但是不防会有这种很冷的动作啊。杜拉赫顶到角落了，连续击腹。对，杜雷缓过来，还有布景的吸收。阿布杜拉赫要抓住机会啊。对，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逼到角落。对，但是我们看到布雷就跟一条泥鳅一样，你看他那个膝撞好怪异。对，而且在脚底的步伐跟泥鳅一样，一直在滑来滑去，飘的身体都是飘的。你看在原地那个奇迹的地方打了迎击。我一直觉得这个啊，西壮这次应该中了，蒙中了。对，好，上勾拳，又是上勾拳。一扫，我觉得真的是布雷脚底下就像装了滑，万能滑轮一样，他哪个方向都可以滑，跟泥鳅一样。对，他根本就不是个拳手，他现在是个万向导向轮的女性项目啊，真的是，或者是踩着旱冰鞋在打，你知道吗？啊，高扫，抱头，振蹬后手直拳，对，抓住机会，上勾拳，
他又挺过来了，你看我每次都以为他被连续攻击要不行了。对，而且他能还会出到很高位的顶膝，虽然顶不到。对，而且每次被对方打得不要不要的，他都有一些那种我要孤颈膝撞你啊，我要飞膝你这种的还击动作。这让这种怪节奏让对手会很难适应。哦，你看刚才就是那个重心，他出招的时候那个重心完全就没在两脚之间的那个重心应该在的那个点上。对，他要不就在身体后面，要不在身体前面，要不左面，要不右面。孤颈膝撞，他那个起膝的角度非常诡异。对，因为他孤颈起膝的时候啊。他是往后缩腰，是没有往前走。如果往前走的话，效果会更好。对，而且往后缩，他还往外绕一下。对，一个舍身技。这个时候不应该去做大的，既浪费时间又耗费体力。对，看看最后的30秒钟。因为对方躲你那一下消耗的体能肯定比你做这个动作消耗体能少得多得多。啊，后手中了，打到角落，看有没有有没有出状况，后手。低扫，继续左右组合，再高扫。你看他又完美的摇臂躲出去了，还是看得比较清楚，还能躲出来。又连续。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这个布雷是个让人完全搞不懂的选手。真的是在这个昆仑决的擂台上，什么风格的选手都有啊。这是什么鬼？只能说。对。套用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真的是这是什么鬼？真的是风格很迥异啊！因为他出拳，因为他是原地飞膝。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里边。这下后。而且他这个在躲避对手拳法攻击的时候啊，这个膝法你看，刚刚挨到他就没有力量了。对。他因为他刚刚命中对方，自己重心往后拉，就把那个力量自己把那个力量给拉回去了。对。而且很多次阿布多拉赫在这种拳法两个人拳法对攻的时候啊，这种拳法打到他头上的这种反应好像并不明显。而且你看刚才他为了防对方击腹，双手完全就不防头了。对，可能阿布多来说这是啥情况啊？有点像拳击的那种贴身防守啊。是的，而且刚才如果他重心不是那么稳，原地起膝撞的时候重心往前压一下，有可能不能说绝对，有可能把对方给击倒。对，他关键是往后一仰就没了。好，我们看一下最后裁判的评判结果。本场比赛结果如下：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30-28 30-28。二号裁判，30-28 ，Judge Number Two， 30-28。三号裁判，29-28 ，Judge Number Three， 29-28。四号裁判，30-28 ，Judge Number Four， 30-28。五号裁判，29-28 ，Judge Number Five， 29-28。And winner by 比赛结果。红方向的 red corner，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昆仑决大赛的执行总裁何龙胜先生为胜者颁奖。两位欧洲名将惺惺相惜，但是 it's time for the winning. Okay. All right, Bray. It's really a close fight. You're so brave. The same as I just told you. Always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next fight.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Gina. Thank you, Kunlun Fight. Okay, all right. Abdallah.太棒，太棒！那经过了两轮的苦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阿卜杜拉的这个脸已经伤痕累累了。不过，接下来
你还有最重要的比赛，虽然你离这条世界冠军的金腰带越来越近了，但是横在你前面的就是那位恐怖的小胖，所以这一关你都到底能不能过去，今晚压轴的决赛我们再会。 See you in the final。